沪 M 是哪里的车牌号码？沪 M 是上海市区的车牌号码。上海的车牌没有地区之分，是按照字母序列依次排下来的。上海是我国的直辖城市，简称沪，地处长江入海口，东临东海，南滨杭州湾，北西与江苏、浙江两省相接。上海的经济非常繁荣，是中国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技创新中心。被 GAWC 发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评为世界一线城市。上海有着非常优美的风景，人文古迹遍布，其中枫泾古镇、老城隍庙和外滩的夜景深受人们欢迎。